调试也差不多，你地面调试的差不多了。嗯，然后我们需要就是说把这些该固定的给它固定了。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安装电条的一个提前安装，还有一个是贴膜，再一个就是我们上桨。嗯，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橡胶头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处理，就是说把用绝缘胶布进行把它粘上，就为了防止它掉落嘛，基本上是不会掉落啊。如果就是说你用的东西不一样的，我们这个橡胶头反正是比较紧的嘛，你用的是其他橡胶头的话，比如说十字橡胶头，哎，有的橡胶头可能反正很容易掉落，最好的话就是进行这么一个安装，嗯，把它粘一下。然后的话，是我们的一个电条，嗯，这样进行安装下去。然后的话，这上面有一个散热片。这个散热片的话，正好是放在这个 MOS 上面。电脑上面这个 MOS 给它起到一个导热作用。为什么起到一个说是导热呢？就是说我们让它一个传递，它是一个硅胶，应该是一个硅胶的一个导热硅脂吧，然后进行导到这个金属上面出来散热，基本上是最好的。这种电条啊，集成这种封闭式电条啊，有很好的作用，就是说导热也散的比较出来，基本就散在这个电机座上了。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那个防止进灰尘啊，你外面的灰尘也是根本无法进入进去的，这电条上面基本上是沾不了灰尘的。好，那我们的另外一边。电条的话就安装到这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是先整理一下，然后的话就可以开始先整理一下，就可以贴膜了。嗯，这个膜的话，锤子起样啊，必须把这个膜贴上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地方的强度才够。手刨机的话就不用贴这个膜，用锤子起样的话，起微重量比较重。这个是我们，
三门背胶的一个加强膜。这个膜的话，就是尽量把它整齐一点。这个膜的话，最好是用一个小一点的东西把它刮一下、压一下。出来了一点点，多出来一点可以把它割掉，反正这个各有人各人粘法嘛，有的人粘的话是把这个直接压到里面去，它就不割掉。我们弄的话基本上都是用钢尺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把它割掉。那我们就割掉的话，我们就进这个地方，用一点铅油胶把它进行一个封闭式，把它封闭了。这边给它封闭了，基本上以后就是不会脱胶，胶它就不会掉。贴膜的话和电条的安装就完成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桨啊，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上桨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准备上桨，我们出去要测试的话，我们就是家里面把桨杆上好。这是我们的2068的桨，螺旋桨。这个地方是一号电机。一号电机的话是上的正桨逆时针转，是逆时针转吗？这个电机，然后这个地方是顺时针转。这个电机的话，最好是把这个垫片，我们电机里面配的有这个垫片的，给它安装上去。然后螺丝也是
电机里面配的比较长一点的那种，是它里面就配了两种型号，一个是短一点的，是固定电机用的，另外一个是固定桨用的。上这个桨的话，最好就是这个孔啊，是跟这个线是在同一个之间的，尽量不，因为我们上了只上了两个螺丝，两个螺丝就是与这个桨是处于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嘛。不是电机桨，那就上这里检查一下，这个地方是顺时针桩，四号电机，一号电机，对，这边的话桨就上成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需要把那个。前那电机的桨又需要把它上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我们的 APC 的桨2013拆掉。这有个桨套啊，桨套的话最好是给它用上去。一共五个型号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们要所用的是这个型号，这个型号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尺寸，就是原装的孔要小要大一点，然后这个上那个桨套要小一点，啊，正好就配好我们这个桨座。垫片。这个也是自紧的桨，反正就拧的差不多合适紧了啊，就 OK 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桨上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检查一下，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，没有弄的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线也穿了，线也走了，但是这个盖板还没有上。现在我们把电池给它取下来。板子也可以给它固定了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之前就是没上这个板子，就是为了 好穿线好走线，所以说我们最后才来上这个板子。这个板子就我们也上好了，还有个探险锤，还有什么没上的？还有就是我们的，散仓盖还没上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打一点胶把它固定。我们这个散仓盖还没固定，因为我们吹起的话用不了降落伞，当然你可以自己加啊，但是一般的话吹起也没有谁用降落伞，那我们就需要打一点热熔胶把它简单的固定一下。
就是能让它调过去。它飞机组装就差不多了，现在就需要一个，这个贴纸的话，有两个，两个地方是固定的。这个大贴纸的话，有一个地方是这个，天线这里是固定在这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GPS， 是在的。其他这些的话，就是你看着就是哪个地方合适啊，能贴得下，哎，你就贴哪就行了。然后的话，还有就是一个贴纸，这个当心打手这个，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飞控的话，我们是在这里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的相机。大概就是在这里，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电池仓，电池仓，还有就是几个当心打，这五个，六个当心打手，因为都备了一个，然后就贴在这些弹管上和在前面。那我们的话可以。我们是当心打手。我们这个飞机的话，这些贴纸你就自己看着就行，看贴在机翼上啊、尾翼上啊都可以啊。然后这些的话，我们这架飞机的话，基本就组装到这里，那就调试到这里。然后呢，后面就是我们需要去外场，然后进行一个试飞，然后飞行调试，地面调试基本上就差不多完成了。